同志们，今天你们就要从武夷干校毕业，走出这大山，潜伏到敌后方，为了民族的大业，你们要利用在这儿学习到的一切技能，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做隐蔽的作战。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汪伪政府为虎作伥。汪伪政府为虎作伥。国民顽军消极抗日。驱逐日寇，还我山河。太阳山这里斗争非常严峻呢。白骨同志，这一份是武夷山干部学校的全体学员名单，以及敏哲干敌情情报图。白骨同志，这份名单以及材料，关系到新四军第三大队的命运和前途，一定要把他安全送到延安。请你放心。 我知道，他比我的性命还要重要，我就是死，也不会把这份名单落到敌人的手里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僵持阶段，国民党背信弃义，对闽北的抗日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中共福建省委为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开办了武夷干校。国民党顽军为获取学员名单，制定了钟馗行动，企图将共产党人消灭殆尽。以断肠草为首的中共闽北谍报组织，与国民党顽军和日寇展开了。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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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心点，继续追。 这样下去不行，以后我掩护白骨同志离开，快！老大，要迅速掩护学员分散撤离。是，走。
跑！建阳绥靖指挥部审了几天也没取得什么线索，现在又推给了我们特勤处，给他个痛快了断。不行吧，这个白果是延安共匪派过来接头的重要人物，中共福建省委太阳山武艺干校的学员名单呢全在他的身上，上峰已经交代下来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他身上打开突破口，否则开门见山吧，废话就不说了。白果先生，我知道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共匪，不过是在山里以打猎为生的猎户，家里很穷。啊不，你更可以说你是个教书先生，是个生意人，上有七八十岁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孩子，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说辞，其实你我都很清楚，
我们彼此是干什么的？日寇进犯我中华大地，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国共两党精诚合作，贵方将士血战沙场，而你们这些国民党的顽军却倒行逆施，不去抗日，却来手足相残，你们如何面对列祖列宗？我是个军人，我喜欢直截了当的对话，如果你不回答我想要的问题，后果是什么？你是个聪明人，我想就不用我告诉你了吧。白国先生，共匪五一干部学习班的名单在哪里？我再问一遍，共匪五一干部学习班的名单在哪里？呸！说吧，什么受罪？你要是不说呢？现在才是痛苦的开始。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做好了牺牲的精神准备，但是我告诉你，死现在对你来说是一种奢望。现在你的生命呢，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我。告诉我，名单在什么地方？休想！处长，我们电子科刚刚截获了一份共匪的密电。我怀疑跟那份名单有关。消息来源可靠吗？啊，共匪的一部戏。电台第一次发报，启用了新密码。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判断，共匪的谍报组织刚刚受到重创，为了安全起见，一定会启用新密码。哦，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刚才我进行了对照，刚刚截获的这份密电码，只不过的是在共匪密电码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加密，和上次发报的人完全出自同一人之手。你肯定？处长，我相信我的判断，不会有任何失误。说出名单在什么地方，我就饶你一死。放电。
告诉我，名单在哪儿？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名单在什么地方？说呀！这瑞泉水泡的茶真是好喝呀，啊！处长，着了吗？自杀了，没有抢救过来。按军人的礼遇，葬了他吧。是。处长，要是上面追问下来怎么办？我会让人写个报告，说明情况。谢谢处长。发现什么线索了吗？没有。哎，这位爷，这位爷，您久等了，您久等了啊！哎，上好的大红毛，您喝着啊。好的，谢谢您，店家。哎，不客气，不客气。您坐。哎，好的。
蔡康君代号甘草，胡达生代号田七。我们现在已经确认这两个人是太阳山区共匪的被告人。这个蔡康君呢，经过我们现场的调查，他的拇指和食指充满了老茧，明显这是篾匠编织足器所致。太阳山区这样的篾匠铺随处可见，但是我们很难确认他的位置。这两个人身上都有油漆味，从这点上来看，他们所在的篾匠铺是使用油漆雕花的篾匠铺。我经过调查，在太阳山区这样的篾匠铺只有三家，在这儿书坊街附近。这两家没有什么异常，而在街口的这一家陈家篾匠铺有身份可疑的人出入，好像是在转移什么重要物资。一计为剿，我已经命令我的下属按照你的意思去办了，现在应该是打扫战场的时间。你亲自去。你起立，跟我来一趟。姓名？钱为民。性别？您看呢？看什么看？你不说我看得出来吗？例行公事。性别？男。嗯。年龄？32岁。住址？狮子巷悦来旅馆。是本地人吗？是。本地人怎么住旅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现在家里没什么亲人了，只能暂时借住在旅馆。你回来干什么？处理一些个人的私事。你的保人是谁？离家多年刚回来，哪里有什么熟悉的人做担保？一派胡言，我看你就是共匪来接头的间谍，口口声声说是来回家处理私事，你却说不出和谁处理什么样的私事。我敢断定你就是来接头的间谍。来人，给我拉去刑讯逼供。是。你敢？敢什么敢？拉去，把你们处长叫来。我跟你们处长说。处长，什么情况？情况非常顺利，客人总共是28个人，都是一些当地人，身份都核实过，没有问题，我已经让他们找保人了，保人一到马上释放。放人之后，要24小时全程监控，这些人都有嫌疑。是，我已经这样安排下去了。处长，只是有一个人不配合，而且那个态度非常蛮横。什么来路？来路？来路不知道，就觉得他的背景很硬，说是有话对你说。民，子琪，哎呀，真是你啊，老同学！我在这见人。是啊，我也没想到啊，还是这么精神。最近挺好，挺好。你呢？你看着，哎，给介绍一下，调查科科长杜杰，这位是我特训班的同学钱卫民，认识一下。杜科长，少小离家老大回，幸会幸会。乡音无改鬓毛衰，幸会幸会。坐，明明。哎，子琪，不会是就在这儿招待我吧？啊，我看还没吃饭呢。不是，你还饿肚子呢？啊，
喝酒去。走走。啊，那个，等刘元成回来，让他到我办公室等我。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嗯。走，林爷，走。真不好意思，把你受委屈了。没什么。云天，你们这是又招呼什么人呢？啊，那倒不是。最近共匪比较猖獗，局势有些混乱，我是奉命例行检查。现在不是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现在形势多变化呢。皖南事变之后，太阳山地区形势复杂。党国的军队，共匪的新四军，汪伪政府的维持会，还有日寇要侵入进来的军事力量。日寇到这儿来干什么？福建共匪的省委就在太阳山，他可是日寇心腹大患，恨不得出之而后快。我这个军统下面的一个小小的特警处，那就是踩在鸡蛋上跳。目前日寇渗透进来的力量暂时还形成不了气候，最让我情绪难安的就是太阳山的共匪。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算了，不说这些了。哎呀，我很多年都没见面了，没想到在这儿见面。是自从民国26年卢沟桥事变小鬼子侵略中国开始，你我就为党国的事业各奔东西，现在掐指算来，已经有整整5个年头了。看你容光焕发，印堂发亮，一定是仕途得意吧？你就是光看到贼吃肉，没见到贼挨打。你谁不知道我的苦衷啊？哎，这些年一直没你的消息，你现在情况怎么样？我的情况还能怎么样？因为我父亲担任了汪伪政府维持会的会长，我也因此受到牵连，不受党国的信任，现在也就是做一份闲职。不说这些了，喝酒。哎，闲职好啊，无官一身轻，像你这样还可以游山玩水，我羡慕。那个，你这次回来是为了顶托上司一点私事，说不定到时候还得麻烦你这个老同学呢。跟我还客气，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你尽管吩咐，到时候一定会麻烦你的。老同学见面高兴，不谈国事，喝酒。这些是共匪谍报人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文件，缴获了一些武器，还有一部电台。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证明，陈家的灭匠铺就是共匪谍报组织的一个据点。人呢？负隅顽抗，没有一个活口。又是一条死线索。回去休息吧。是。这些，你把林科长找来，把这些归档。是。还有，你派人给我盯准了悦来旅馆的钱卫民，他可是特训班的高材生。你们一定要小心，不可以被他发现。是。
进。京都情報員2名、劉元帥の人に殺しました。大日本帝国任命されて太陽さんの情報員注意として、今回の任務の失敗は全て僕の責任、処分してください。手がかり見つかった？現場の情報の判断では情報員と接続してきた投稿と関係あるはずと思います。そしてガングイは絶対客の中にいると思います。宮本君、大日本帝国皇軍の武士として立ってろ。はい、宮本君。大崎君。はい。大日本帝国代表してお前らの功績を表彰する。大日本帝国シナでかなり障害されてかなり困ってる。しかし神の賭けで国民党と共産党、自分の利益のため対立し始まった。彼の関係は不安定で、我々この機会を利用してシナの内戦を引き起こす。お互いに戦うとき我々大日本帝国最高の機会を作るのだ。よくやったな。仮電報を利用して両側は情報員の戦いを引き起こした。今からの任務はその客の中から接続しに来た情報員を探し出す。それで監視するのだ。彼の全ての行動を了解するのだ。はい。シナ人ある聖子だ。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意味わかるか？お互いに争いし始まったのだよ。我ら機械を利用してあいつを消滅する。わかりました。また河村君は大日本帝国太陽村情報組の統率者として彼女と力を合わせて身分を暴露せずに帝国の無双計画順調に実験するのだ。はっ。先生，五毛一个，便宜又实惠，来一个吧。谢谢，我再转一下。好，慢走。请坐，先生，请尝尝我们本地特产大红袍。先生也是来品茶的吗？来来来，一起品尝。请。香气馥郁，颇有桂圆之香，香高而持久，回甘润喉，口舌生津，茶香环绕，好茶。嗯，先生真是懂茶。先生举手投足之间好像是见过大世面的。
不知光临本小店有何指教？掌柜的好眼力，我来是想跟您谈笔生意。好啊，茶香迎贵客，财源达三江，不知光临本小店要多少？好说，只是价钱。掌柜的别误会，我要的是5000斤。先生您要这个数，本小店可是小本经营，怕是要让先生失望了。没关系，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再到别家去转转。如果您这儿有货源了，可以到悦来旅馆天字号房找我。告辞。琴儿响了，歌儿飘过来，心儿动了，有喜。True.